你现在是不是快哭了？刚刚讲话已经完全声音都变了。品子一想到米田突然哭了，为何从狗派变猫派？跟健保是什么关系？想当品子另一半一定要。完美感谢米乐食品及米其林三星爆米花好吃赞助播出。中秋节送你首选曲奇饼爆米花豆超可爱铁盒，还有跟健力家酒里面的盒子，好想带。我们回家片尾有抽奖哦。Hello， 欢迎来到品品和松鼠的错。这是传说中带美丽又危险的生物。危险不足哦，米田比较危险。我们来去看猛兽。太突然了吧！你来一次，我屁、欸！摸摸摸摸！哇！哦，在门口。他是生下一张霸王，他对麦克风哈气，会不会是麦克风太臭？肯定是猫。你是好猫咪吗？我想关门了。握手啊！握手。握手。啊！为什么？他是讨厌臭的。今天有洗过头再出哎、欸。哦。啊！他最讨厌臭了，最讨厌臭了。那我嘞？哎、欸，不聊我。你刚刚有受伤吗？每天赔钱。你住在这边多久？差不多一年左右。啊，这是谁的家？松鼠。那个，你上你的房间好像都香香。简直麻烦。其实我的房间很简单，不会那么细哦、喔，很害羞哎、欸。米田女生今年3月30过了，她就满4岁了。妈咪，她想自己拿麦克风吗？怎么会遇到米田呢？之前我就很想养猫咪，我就开始在脸书啊，很多那种领养社团慢慢找。那时候米田几岁？才2个月，超小的。那时候爱妈照顾她的时候开了冷气、那时候小朋友嘛，很容易感冒，所以她送来的时候鼻子就有一点点问题，她气管不太好，感冒过这样，长大就没办法根治啊。哎，我是主人哎、欸。鼻子是什么问题？像鼻窦炎，是像伏地魔那样。对，真的像伏地魔，没有真假的。妈都讲我今天忙死，快半年，花蛮多钱。你打我，然后他后来还有经历过猫癣，因为是宝哥他也有猫咪，他猫咪是那种长毛的，长毛就比较容易会有湿气。自从那一只猫咪的身上开始猫癣，然后细菌感染到他。为什么他的猫会不像猫？因为之前有放在一起过，在宝哥家，宝哥本来想说他买那只猫咪就是来陪米田的，结果米田很排斥他，每天一直打他，因为那一只小猫咪一直要骑他。那只猫几岁？2-3个月而已吧，也是小小只的，米田不能交朋友。为什么我觉得它就是你的缘分？那时候看到它的花色，背上有一颗痣，这颗吗？哇，这颗痣好可爱哦、喔！好，我就要这颗痣。送来之后发现它长得很衰，忘记看脸了，来不及了，没办法退货这样。因为我有个朋友，他的猫叫米什么什么，我就觉得哇好可爱哦、喔，我也要叫米什么米田共米田，你还是蛮随性的。你想一个跟米有关的，米可白。哦，米可白。他跟你家人好吗？不太好。家人组成是什么？2个妹妹，然后爸爸妈妈，家里有2只猫咪，都是米克斯。米田跟他们都不好。因为我一直以来都住在台中，米田也都比较常放在台中，不太回去，也没有人可以顾他了，没有人敢帮他弄饭，对吗？我也不敢。对。妹妹跟你一样可爱吗？很可爱哦，奥鱼。我们家3个女生都是学跳舞，基础都是中国舞，武功武术啊，耍枪耍棍啊，水袖啊，哦，是那种。你会吗？你觉得你们家谁最漂亮？讨厌啦，谁是妹妹？都很漂亮啦。我。好了，你最漂亮好吗？为什么会想学跳舞？我不知道，幼稚园的时候学校都会有那种社团，所以你们是规定进家门都要先空翻进家门，3个就咚咚，我回来喽。好想看啊！没有啦。遇到米田之前是猫派，不是遇到米田以前我是狗派。一个很可怕的故事，我们家之前是养高山犬，比人还要高的那种大黑狗。然后有一次我在帮它洗澡的时候，然后我就帮它刷爪子，爪子是他们的武器。人家说他们的武器不能被弄，所以它就不爽。它很高哦，我这样刷，然后就往我头这边咬，拿手去挡，然后就咬我的手。看我的手现在就变成这样。疤痕占多哎，这边就是没有感觉，神经已经断。就现在碰到狗会有害怕感觉，就是会远离，我也不会主动去摸狗狗。以前都会好自然这样冲过去。好紧绷没有？既然不喜欢狗狗了，不然我来试试看猫咪。从此就从狗派变猫派。假设猫的智商有0到100，很聪明的，就是我跟他讲什么，他都会知道我那时候是什么情绪。可是你不是跟他讲什么？哈哈哈哈哈！就是因为现在有你啊。啊，对不起。主要是因为有陌生人，那他就会对任何人。那到底怎样？很塞奶。疯狂呼噜的那种，看不出来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可能坐在这里，他就一定要在我腿上趴着，然后呼噜，然后我不摸他，就会要我摸，然后我就继续摸，快点摸我，快点摸我，这样。
你以前觉得你是一个怎样的人？你觉得我怎么样？看来很讨厌我，他猪叫声了。觉得我很靠杯，我很常逗他，逗到他生气。怎么逗他？他是会反击的人，他会偷袭人，就是继续坐在这边用我的事情，他就会开始在这边徘徊，看有什么时机点可以揍我。他就会突然看一下，然后打你。那、啊、如果他被我发现，他跟我对到眼，他就会已经飘走，然后我没有怎么样，我没有怎么样，等到下一次机会来，他再过来看我，是吗？只是被你养出来。你以前做过最鸡巴的事情？咬破衣服。他只要有毛茸茸的东西都会咬破。这个是他小时候的第一个玩具，好可怜哦。哇，他专挑颈动脉下手。我是曾经的伙伴啊。我还有一个在楼上。没有主人的情况下，他会对我们怎么样？好，保护我的颈动脉。是一个毛茸茸的东西而已。好快哦，还好啊，我脖子断了。不要被打脸。可是靠脸吃饭，好没礼貌。是他自己床垫，还有很多只娃娃，是会挖棉花挖人家内脏。其实米店的声音很奶，你们觉得有吗？只有你这么觉得？幻觉。哦，好，对不起。讲久就会产生一些幻觉。在我眼里就是个小可爱。那你讲一点他的好话。他身上有一种蜂蜜蛋糕的味道，你要不要闻闻看？闻得到吗？他的这边。凶狠的蜂蜜蛋糕。好想闻蜂蜜蛋糕。好，这是一个反射动作，对不对？哎。好。好开心啊！咪，为他花过最多钱的一次看医生破十，因为疗程很长一段时间，光猫险就一年。大家养猫咪一定要开除司机，后来一开除司机他就好，所以你们家就没有司机了。以前最喜欢大洋工作室的谁？宝哥哎、欸，不知道为什么喜欢宝哥。之前有时候拍摄嘛，然后就会可能在他们家住啊，干嘛？我就把每天一起带过，他都找宝哥睡。讲到宝爷害羞，所以他不会对宝哥这样子。不太会，但有时候就会突然凶他，几率很小。而且我跟宝哥住在一个空间里，他只会去找宝哥，我就想说你不要抢走我的米田哦。还是因为宝哥喜欢动物？宝哥其实是狗派，他超级狗派，他不爱你。我爱你。他养猫只是想说陪他。宝哥是为了你养猫的吗？为了米田。为了你还是为了你？过年敢问？陈晨阳的福威弟弟米田，哪只每天吃？福内，福内他就是一个完全没有脾气的猫咪，他完全不会咬人。福内跟米田算谁？米田，因为福内有点没个性到很笨，就是被欺负什么也都不知道。我喜欢坏坏的那一种。嗯，我喜欢会回应的猫咪，就是会打你的那种。对，回应我。然后把你弄到全身都是伤了。Yes， 我是 N。那你觉得他会最想咬大家大咬工作室的谁？你刚说大屌吗？他最想咬大屌。之前最常欺负晨晨，晨晨走到哪他就会一直跟在后面偷袭的那种感觉。他真的是很看人跟味道，搞不好你们身上有动物的味道。哇，你骗他了哎！他生气啊，他知道你骗他，你死定了。平常我只要拿梳子，他就会过来。梳好了，好舒服。看到不认识的人吗？哎，他是。你不要讲被输又有情绪好吗？另一半一定要喜欢动物，哦，一定要啊，一定要喜欢米田，哦，一定要啊，没有通过米田鉴定，他就不会是另一半。他怎么通过米田鉴定？可以跟他和平共处在一个空间，可以跟他一起睡在床上。对，哇，受伤啦，啊！哇，我被咬了。哇，你皮这么薄，一下就流血。我有。哎呀，希望另外一半有的特质是什么？所有条件他说了算，你说呢？你说 OK 就好吗？对啊，来先贿赂他，带礼物给他。我其实不太看长相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他体型呢？不要到太胖，我都这样算太胖吗？不会。中子通阿靖跟童玄玄，阿靖。阿靖很贴心，很会做菜，很会享受生活，做一些快乐的事情。听起来阿靖不错。你会不会想要有小孩？不会，零，完全不会有，完全不想要有小朋友。为什么会有这样想法？又累，身体又要变丑什么的，我觉得这个负担太大。你前面有一个生过两个小孩的妈妈。对啊，很辛苦呢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没有啊，体态没有变啊。那你天生丽质。屁啦！我感觉你不会变。嗯，但我觉得自由会被。啊，这一定会。现在有米田就已经有点像在带小孩，这样就够了，够我花时间的，还有金钱，我还蛮疼他的，要什么都买。吃的罐头，然后还买很多冻干，给他吃很多保健食品。因为我不能生小孩，也是因为我怕我宠坏他。你会一直买东西给你？对对对，然后什么都顺着。就我被咬，我也不会去处罚他，我会说一说不行啊，只是我不会苛责。有宠物沟通过？没有，怕他给我的答案是其实你很讨厌我。他宠物沟通是说，啊，他讲的都脏话。残酷的
选一，短命健康的明天，长寿生病的明天，请选择。不知道这样好不好、欸、但是我会选长寿生病的，因为他本来就一直有在生病，所以我现在会希望他是长寿。你现在是不是快哭了？刚讲话已经完全声音都变了。妈他现在生什么病？没有啊，就是鼻子都一直不好啊，这样。哦，嗯。希望明天又长寿又健康。就是我就觉得他已经是生病的状态，那就选长寿。鼻子不好。之前呢、啊，现在是都稳定的、啊。卫生纸，卫生纸，卫生纸。太谁？我太感性了。不会啊。一秒掉泪、欸。你真的很爱米田，就是怕他离开。这个东西光一想到就马上会伤心的那种。他之前鼻窦炎的时候。我每天都一直抱着他哭，这边全部都是非常血肉这样。对，你一开始看中他，虽然回来长相不是你喜欢，没有不喜欢了，他只是觉得他长得衰而已，长得跟一般猫咪不一样，好可爱这样。哦，更喜欢。对对对，会想要养其他宠物看看吗？不会，老鼠啊。因为我觉得我比较希望是他们知道我是陪伴他的人，你喜欢互动性高的。嗯，因为米田会回我话，所以我就觉得像有人在陪我。猫咪吗？猫咪呢？家里永远不能讲鸟跟米田不会撒娇。我选择不能讲鸟，我还是要米田撒娇。你有想吃哦，阿肥。家里是永远不能拍片，米田的寿命延长十年。延长十年好了。大爱。家里健保跟米田。米田呢？毫不犹豫。排名金城武跟宝哥，你又列了一个，我不知道怎么选。宝哥的枪要掏出来。宝哥什么枪？大枪枪。宝哥啦，看来宝哥在品子心中还是有很重要的地位。于是我们问品子跟宝哥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品子说是老板跟员工的关系，回答让人有点小失望。那就等我们拍宝哥片的时候，再等宝哥爆料三妹的事情吧。有想过明天离开后要怎么处理吗？不是，这个 OK， 这个有想到一个蛮酷。之前就看到网络上有专门在做标本，但是我朋友说这样很变态。不会啦，好吗？啊，你做的很标本。太早。我觉得做标本反而是要考验主人的心理。你因为你会一直看到他，你拿到你会哭死，就是在想会不会是在反而是在折磨自己。最后想要对米田说什么呢？你一定要长命百岁，身体健康，好吗？哇，他很大声的说好，很有朝气。米田，他是小米耶。好凶哦，米爷。后来米田过完四岁生日，他有一个跟他长得一样帅的狂霸拽蛋糕，还有一个非常爱他，以他为整个世界主人。米田看起来帅真非常幸福呢。最后哥哥简直不知道送什么妈，你可以选择好吃又好看的米勒爆米花。感谢米勒爆米花赞助播出。米勒爆米花有许多卡通联名，有大家熟悉老朋友史努比，还有少女心爆棚的三丽鸥，像是 Hello Kitty， 跟本宅一样可爱的母咪，也就是大家熟悉的鲁鲁米，当红动画间谍加加九，还有台湾首位插画家丸子等多种质感铁罐。吃完之后，罐子还可以当收纳，放在家里面当摆设最适合不过啦。爆米花跟曲奇饼都是比利时 IT 个人食品界米其林三星级等级最高殊荣。爆米花有焦糖、巧克力等多种口味，还有近期推出的神秘季节新品法式酸奶洋葱、曲奇的糖凝皇家葡萄茶、浓黑巧克力等六种口味，咸甜多种口味，每个都好像来过呢。皇家葡萄茶曲奇饼干是跟 Twins 糖梨茶跨界合作，烟熏使用糖梨茶研磨茶叶，伯爵茶香气并带有淡淡的佛手柑芬芳。芈月和婚礼小物有提供芈月试制方案及订购优惠，现在还有赠奖活动，即将抽出十罐佛杰一家爆米花。喜欢大白熊的粉丝一定要收藏这个罐子，上面有安妮亚、黄昏跟月儿，还有超可爱的庞德。还有粉丝独享优惠，单笔消费满599就有免运，单笔消费满3000还有可以折450，详见下方资讯栏。天哪，这不是那个虫吧？我其实很怕虫。妈年轻的时候真的比我漂亮。你有看到妈妈的身材？有，身材有。小时候妈妈把我们的身材都照顾得很好。这边可以提供很偏方的关系，另外一半有特质。我条件都很肤浅。这也会介意有人提到沙很大。当然很介意啊，直接看一下，至少减一点点有甜甜圈的感觉。甜甜圈是什么概念 ？MOD 加速方案2.0全新登场，精彩影剧加高速飙网双重享受。MOD 和光世代同时申办最划算，每月最低899元，搭配双向500枚，每月也只要1199元哦。快来申请 MOD 加速方案2.0 ，MOD 懂你想看。